行吧 Rav4 这个装载能力其实还是可以的，这大箱子很占空间，还有很多菜啊。对啊，这里就不是开玩笑了，这里如果说操作不当的话，对，已经在路上了，下完这个山就回去了。哎，好，哎，就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，然后呢，我基本上就会在车上睡，这个是枕头，然后呢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睡在车上是什么样子，基本上是这样子，这个呢，我也没垫垫子，没有那个加那个额外的气垫啊什么之类的，因为车上本来东西就够多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杂物嘛，如果只睡一个人我就睡这边半边，那有点儿斜度也无所谓，睡久了其实也习惯了，然后睡到一觉大天亮。你记得一定要，你们如果睡在车上要把那个车窗打开，还有就是我这个后备箱的我是没有锁的，后备箱我永远都没有锁，因为本来就没有人会抢你，难道还劫色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后备箱这里有个应急锁，你可以把它掏开，把它弄出来。然后我是放了这种纸巾，有时候我会放这种纸巾，这样子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个后备箱呢，它就永远就不会被卡住了。然后至于这个板呢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呀，睡到太阳晒屁股都没问题。这个就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哈，还行还行，又能拉货又能睡觉，这个东西吧还行吧。这两个小啾啾是我拿来放手机的，可以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起床，哎，准备干活，这样子一开，你看，就下车了。我还是换了鞋子，洗了一下脚，然后呢，就躲在车上睡觉，免得吵到家里人嘛，对不对？其实睡觉在车上，第一次如果睡不舒服，第二次又一回身二回首，就慢慢就睡也习惯了。我睡在 Rav4 上面呢，不用说是做很大的改动，其实睡在任何车上面都不用做很大的改动，或者说是买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，只要这样子一铺其实就可以睡了。它这个小空间嘛，是不是小盒子，然后呢一定要做好通风，这个通风一定要做好，还有这个一定要弄好，还有尽量就是知道别人，就是尽量让别人知道你这个车里面有人，万一你要是睡死在里面了，人家也能早点发现你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好了，现在就
起床了，然后那个下雨了，睡了一整晚，也还行。现在差不多11-12点了，要起来干活了。玩游戏玩得太晚了，然后昨天睡在这个车上，我车上也没什么改装，我是最简单的那种，就是这样子，你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躺上去就睡了。这个垫子是买车时候送的，然后那个垫子也是买车时候送的那种，什么塑料的那种，软软的，还行吧，就这样躺上去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风尘，但是躺习惯了，我也睡过来了。冬天的时候我也是这么睡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为什么白白的？这个是那个纸巾，就是防止它这个后备箱被锁住嘛。这样子就是说安全一点，透气嘛，就整个箱子在透气。因为现在这种天气呢，它不冷不热，所以说你可以这样子。那平时如果天气冷的话，你就开一点窗户，四个窗户开一点。还有就是让你可以在里面点一个小灯，就让别人知道，哎，这里面是有人的。为什么呢？万一你要是睡醒了啊，或者说是睡昏过去了啊，这可能在家里也会发生，对不对？那你别人就知道，哦，这个警察有时候路过的时候，他也会朝车里面看，就知道哦，这里面有人，他就确认你安全了。OK， 这是一个小常识，你不要把全都遮死，遮死的话你死在里面没人管的。OK， 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